银河全冷却，阿福加朵全爆，然后这个全冷却，然后再来全爆全冷却，然后这个组合很感谢就是 TT 还有提供好吗，感谢 TT， 然后就是可以试试看。持续伤害 80%， 爆破前攻击力 54%， 还有爆伤 75%， 也许有机会。反正放完这个的时候全部起下嘛。我觉得哨子的等级要高一点。也没有洗到天选啊，不一定啊，你要看他的伤害有没有真的变高再说吧。完了，我甘草没吓到。这样子就八亿多嘛。